蹈其实它真的是抽象的。我觉得欣赏舞蹈的时候，大家更多要靠心灵，靠你对这个肢体瞬间的那个造型和演员瞬间的表演传达给你什么，它就是什么，没有对错，只是你感受到了什么。我觉得那一刻是最真实的。下面我想与大家分享《霞歇博瓦绝》这个作品，是我第一次走进西藏。霞歇博瓦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它是个藏语，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名字其实就叫献舞，奉献的献，舞蹈的舞。觉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觉醒，表达就是一个舞者他可能想去追求这个东西，但他在追求的过程中他有犹豫了，他矛盾了。好，首先大家会看到我站在舞台的最后区，通过一束光给人的感觉是我要去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很远，所以大家可能会从我的表演通过这个光的感觉会觉得啊，这个人可能要出发，他可能要去追寻一个很远的东西。往下我们去解读这个作品啊，大家会发现他原来想要这个，就是在舞台上我运用了面具这个道具来作为我去信仰的那个东西的一个载体。所以第一段大家会看到我是这样子很小心翼翼的去靠近那个面具，这个舞者要追求，但是他是抱着一种恐惧的敬畏的心态去靠近他的那个信仰。在这个表达的时候，舞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走进面具的那一刻，他通过他的恐惧之后他可能平静了，所以他会很主动的用自己的脸去贴那个面具，去传达他对这个信仰的他的一种内心的敬畏。这一刻大家会发现舞者他戴上了面具，说明他被这个信仰接受了，或者说他也接受了这个信仰。第一段舞蹈我戴上面具的时候，我跳的是特别传统的，就大家想象中那种特别古典的东西，全身三道弯的那种古典的东西，就等于说啊，我信这个东西，然后我去很尊崇他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一种审美。大家能看到，当我在很享受那个面具的时候，忽然我对它产生质疑了。所以这一刻大家会发现，这个摘面具其实对创作者来说它是有表达的，它表达是我内心我对这个信仰我忽然质疑了。这时候当我摘下面具的那一刻，我拿起了佛珠，我去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色拉寺，每天下午的5点钟，所有的喇嘛集体出动，然后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用我们的通常的话说，他们做论文答辩。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呢，好玩在哪？他们做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动作就这么一个动作。我就选用了这个动作来做我的主题动作，就是当我摘下面具以后，我通过这组动作来表达我内心的那个变，变完以后我又再一次戴上了它，就通过这个主题动作来完成这么一个叙事。然后最后我加了一个这个，感觉啊自己去想然后再去变，加了一组这样的，大家在影像上也看到了这么东西。
最后，我又戴上了面具，就经历了那个摘下面具以后，我有一个这个以后，我又戴上了面具。但这一刻，大家发现，这一刻其实我戴面具后没有任何挣扎，我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儿。所以大家会发现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并不是去再怀疑他。经历了刚才那个很神秘的动作以后，我安静了，我很从容的戴上了它，我接受了它。然后大家会看到我手里又拿了一个道具，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知道，它是那个叫 singing bowl， 它是可以打的那个碗，可以嗡发出那种很冥想，就是很禅宗的味道。当我戴上面具以后，我的下一段整个表演就是拿着这个碗的表演里，是一种极其安详的和极其陶醉在这个声音里的这个面具里的一种状态。大家会发现我又回到了那个舞台的原点，就我从这出发的，然后我的结尾我又回到了这，但是我发生了变化。首先我有了面具，然后其次我拿了一个这个很有象征符号的动作，包括大家会看到这个结束动作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其实是一个打开，就是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开阔了，就我们用一个词儿可能就释然了。这个作品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一个图片的话，就会发现它也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叙事，通过人物形象的转换完成一个追求信仰的思想的叙事。大家像是不是感觉好，哎，好像读懂一点舞蹈作品了是吗？好，对于舞者来说，首先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更充满想象力的思维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事物，其次呢，大家也反观自己的身体，反观自己这个最熟悉但有时候最容易忽略的身体，然后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好的去对待它。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我关于身体的记忆。2005年，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一起写了一本书，叫《身体笔记》。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包含了所有作为舞者如何成长、如何变成一个优秀的编舞、变成老师的所有的记忆。在这本书里，我们记载了我们所有关于身体疼痛的记忆，包括饥饿的记忆，包括我们喜悦的记忆。当然最重要的也包含着我们对身体的思考。然后最后我想念一段话，也是5年前写的，挺感性的。人类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有属于自己的身体，女人也有属于自己的身体。在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塞满了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又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一种生活方式开始破灭被摧毁时，我们剩下的也许只有自己的身体了。身体是生命的容器，为了让生活可以在这个情感淡漠的时代里不至于干枯，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每天不再为了单纯的活下去而应付自己的身体，也不为满足过多的欲望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就让我们的身体朴素地活着，每天去充满情感地照顾它、爱它，让自己沉醉于一种自我生产的情感中。我希望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充满情感，也愿身边的每一位人学会关心，学会用情感去滋养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给自己一个停止，一个喘息，一个安心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想在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观众去学会爱自己的身体，然后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细细品味我们自己关于自己身体的记忆，然后我们一起去探寻那个身体背后的世界。谢谢大家。